2019鹿港诗人节全国诗人大会八号早起伫鹿港文凯书院举行，共邀全国诗圣共聚一堂，做会作诗吟唱，甲多位的书法家现场写大字，甲诗作由内心转作笔墨写出来，借由笔墨写出来，互一般的民众深刻了解鹿港文化的水，甲诗书的水推广出去。邀请咱全国所热爱哈，既然诗词的好朋友能够来莅临我们鹿港来办这个活动，会当讲甲所有所在拢无共款，会当讲代表咱鹿港是一个足有文化。现场除了有全国诗人大会以外，也阁有真侪在地的艺术家、书法家做相关的书画表演，甲大家来推广台语等等的活动。也阁有鹿港才有的特色亲子游戏、民俗动漫、葫芦文。大家算得很欢喜啊！文凯诗社在咱家举办一个全国诗人的吟唱活动哦，啊，可以说号召了我们啊全国的这个啊诗社呢共聚一堂哦。咱家呢文人呢作诗吟诗啊，不断的把咱的这个诗词的美哦，甲推广出去。咱过去的人就是透过这个葫芦文啊，伫只互相这个啊来这个做 PK 的活动哦，啊是真值得咱的这个啊游客甲乡亲哦啊来体会，伫只再出来欢迎咱的这个啊所有。乡亲好朋友来鹿港尝美食、看古迹，啊，欣赏咱这个传统的这个艺术文化。馆长王惠美邀请大家春游彰化，吃好料理、看古迹、品艺文。六月底以前到彰化旅社待一暝，就会使参加百万汽车抽奖。公益频道赖清龙鹿港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